在进阶驾驶往期节目中，我们介绍了颜值华丽、新温度很高的过弯方式，传说中的漂移。而这期节目，我们来讲讲和漂移完全相反的过弯特性——俗称推头，学名转向不足。通常来讲，转向不足是一个令人反感的动态，因为车辆没有给到驾驶者想要的，它会让车辆走过一个比驾驶者预期更大的弯道，影响出弯、冲出赛道或者撞到墙上。转向不足时，前轮会先突破抓地力并开始打滑，而后轮则持续抓地，驾驶者往往会感觉方向盘变轻了，但不论打多少方向，车子都难以往弯道里转出更多的角度，这是因为前轮可供转向的摩擦力此时已经全部耗尽。通常前驱或者偏向前驱的四驱车型更容易转向不足，一方面在于主要零部件都堆积在车身前部，更重的车头让车辆的转向特性趋于慵懒，而后驱车重量分布更加平均，通常会让车辆动态更为友好。更重要的是，前驱和四驱在负责转向的前轮进一步施加了动力，让它们更容易在转向和加速同时发生的时候突破前轮的摩擦力极限，造成推头。然而，不论哪种驱动方式都有可能产生推头，原因有以下几种。弯道速度过快，这是推头最常见的原因，车速太快超过了物理极限，没法转过特定的弯道。刹车过重，轮胎和人一样，不能同时做太多的事情，若轮胎在刹车抱死的边缘还被要求过分转向，车辆就会超过极限产生推头。转向过多过快，轮胎也有脾气，如果你对它太不客气，很粗暴的瞬间增加大幅的方向，它也有可能突破极限，让本来可以转过的弯道转不过去。 Power understeer， 动力推头。转向不足不仅出现在入弯和弯中，若出弯太心急，开油门太早，使前轮负重过早的降低，就会产生推头，亦或者前驱车带着方向施加过多的动力，也会突破轮胎的极限，就像入弯时刹车过重一样。转向不足既不能帮助转向，也不能帮助加速，那么车企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原厂车都调得转向过度呢？事实上，即便最容易转向不足的前驱车也可以被调教出转向过度的特性，但倾向推头的车辆在发生失控时更容易被预判和控制。为了照顾绝大多数用户的驾驶能力和道路安全，车企会把车辆调教得更加倾向于转向不足。而在赛道上，最理想的车身姿态是中性转向，车手在进弯时给车辆一个方向的输入，车辆会非常积极且速率得当的沿预想的角度和路线旋转，前后轮几乎同时到达极限，这通常是过弯最快的方式。可是车辆在出厂的时候所有的设定都已经完成了，除了改装，我们怎样才可以减少转向不足，让车辆中性转向快速过弯呢？我们可以从驾驶方式和车辆准备两个角度开始调整。一，增加前轮抓地力，轮胎的负重越大，它的抓地力就会越强，只要我们用轻微制动或者收油门这些减速的动作，将车辆的负重更多的转移到前轮，就可以让前轮获得更多抓地力，缓解转向不足。二，细腻控车，避免让车辆过速进弯，方向操作精准柔和，避免在大脚油门和制动时施加过大或者过快的方向，都可以让车辆远离转向不足。三，保护轮胎，赛道驾驶中前轮负荷极高，尤其在连续刹车锁死和转向不足时，前轮温度会迅速上升，导致胎压增高，过高的胎压和温度都会降低轮胎与地面的抓地力，让转向更为困难。因此，不过激驾驶，控制轮胎温度，也是缓解转向不足的关键。除了驾驶，改变轮胎的搭配，也可以改变前后轮胎的抓地力比例来对抗转向不足。比如轮胎宽度，我们总说一些前驱车啊，或者基于前驱的四驱车型，比如说奥迪 RS3 容易出现转向不足的情况，其实奥迪也知道这件事儿，
因此呢，他们给原厂的 RS3 就装备了前轮比后轮更宽的轮胎款式，以此呢给前轮更多的抓地力和耐久度，来让转向回归中心。第二就是胎压，胎压呢可以改变轮胎的抓地力，在安全范围内稍低的胎压可以增加抓地力，因此呢我们可以给前轮较低的胎压以及后轮相对较高的胎压，来给车辆更多弯中的旋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胎压太低，就会有脱圈啊，以及损伤轮胎侧壁的这样的一个风险。当然，轮胎的配方也会对抓地力有着显著的影响。在这一期的推头示范中，我们的 BRZ 在前轮安装了已经磨损严重的 Primacy 轮胎，而后轮则安装了高性能的 PS4 轮胎，以此呢在弯中可以展现出更多的转向不足的趋势。而如果我们前后对调，在前轮装上抓地力更强的 PS4 轮胎，而在后轮装上 Primacy，则会展现出更多像疯狂老鼠一样的肆意漂移。柔和驾驶，给前轮更多的负重，不推头才能获得更快的圈速。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进阶驾驶第一季完美结束，能精进驾驶技巧，把爱车安全的推向极限，享受尽情驾驶的快乐时光，绝对是件美妙的事情。在未来节目中，我们还有许许多多高阶的驾驶技巧想要和大家分享，欢迎伙伴们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想要了解的驾驶知识，我们第二季节目不见不散。